恭喜老兵人获得飘雪火箭。还行，这个飘雪火箭亏了吗？还是赚了？老兵人，嗯，老兵人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别抽了，别抽了，别抽了，老兵人，嗯，那嘎嘎抽，够冲了，够冲了，够冲了。这个时候，老兵人说一句：“坤坤，来喝，来喝五瓶水吧。”他妈，我就想法就大了，我永远都是喝酒。你太黑，别抽了，别抽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你抽那么多，抽多了就太亏了。我直播间抽的话，那都比较亏。他现在有那种帮抽，比如说，就是说1000块钱，他帮你抽，他1000块钱保底，好像是抽900还是抽1000哦，抽不够他提啊。抽超过1000的话。你返给他啊，就是你折给他啊。前面有一个大哥跟我说过啊，有一个帮抽啊。没有没有兄弟。欢迎西北哥啊！这种种，火加大啊！坤坤现在没有事儿，你可以给坤坤安排点事情做。坤坤，你可以把那个玉米，一颗一颗的，就是弄下来。给我把虾拿出来，虾拿出来，虾来记录一下。今天的老板大勇，今天在买虾的时候，那老板的脸都黑了。他不想卖给你啊？对。恭喜老兵的又获得个雪人飞机啊！恭喜啊！虾，活出心情嘛。这个整点活嘛，这个对不对啊？是啊。对，欢迎高速公路大哥啊！你拿一个盘子装嘛，拿了一个小盘子装。这个今天饿，所以说他没有舌头了，这个。欢迎潘达，不胖还爱吃啊！对，干锅牛肉今天，还有虾啊。虾就这样。感谢老兵的送西红柿啊！恭喜老兵的又获得个雪人飞机啊！今天伙食那还行吧？今天伙食，这牛肉先焯一遍吧，哥，对不对？吃这个，感谢 H 哥送的办卡，吃这个就一定火要大，兄弟们。我现在能烧柴的话，就基本上能烧柴。哎，要不要买过来个炉子吧？到时候就把挂在那个车后面嘛，是吧？炉子的火力也没这么大。炉子火力嘛，啊。大勇能喝了吗？还有他那老兵的问题能不能喝？能喝，那敬酒啊！一个飞机不算啊，敬酒两个飞机一瓶啊！我天天一个飞机，天天一个飞机，两瓶就喝多了，一样就没了。先要焯一遍，不然待会儿水就特别多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把它整。
对，先尝一遍。熟了，熟了，我觉得熟了。已经熟了，两个飞机，白酒的嘛。白酒的嘛，老皮蛋。你看那个敬酒都是16块钱一瓶，哎，老皮蛋，嗯，你嘛，你说如果说一个飞机瓶的话呢，那就乱套了，对不对？白将军大哥好起来哦，对对。油倒在这上面。哎，西北哥这两天不续牌子吗？西北哥，哎，嘿嘿嘿，这哥哥啊，嗯嗯，牛肉都基本上那要注水，好吧，是吧？这个没有注水。这个没，这个怎么那么多水啊？牛肉？牛羊的水分都大。哦，对。感谢啊！感谢西北哥说的粉丝荧光棒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二蛋回去了啊。西北哥，还是得给你来个点杀啊！嘿，当掏出孙悟空的那一刻，西北哥知道，我操，单独定制点上，呵呵，是西北哥，嘿嘿，哎，西北哥，我要不要给你个地址嘛？就北海那个地址啊，你要想开哪些活的话，可以点上那个。点上一下那个服装道具嘛，对吧？这个也是可以的嘛，是不是哥哥？嘿嘿，哎，我把那个买的东西都邮寄到北海了啊，今天再买点啊，买个1-2千块钱的，可以吗 ？OK OK， 那我把地址我发给你，西北哥。我们到北海的时候，差不多东西就到了，啊，对，我发给你西北哥啊，那你看一下啊，我买死神棒棒的吧，可以可以，哥哥，哎呀，整就完事儿，对不对？整活嘛啊！而且说西北哥，到时候到了北海之后，我们快到北海的时候，我给那个骡子买了个票啊，给他买站票啊，然后那到四个人整活嘛啊。欢迎你会是答案吗？啊，带不走的只有你。这个80尝一个，兄弟们，这牛肉，嗯，现在一样味道都没有，这是把水汽炒干炒死了，就是没味道。这个是牛肉，把豆瓣给我拿出来。道具服装买的吗？在陆续的买，西北哥。我今天晚上回去，包括明天，我把陆续都买了，因为要搞点新活出来啊。今天买了一些啊。
新骡子什么来头嘛？地上足球的啊。差不多那就这么多了哈，看看吧，先看看吧，没事啊。把活的气氛拉起来吧啊。那不能每天拿光喝酒嘛，是不是哥们儿们？差不多嘛，就是那个状元嘛，就是那个状元嘛啊，给老兵能送幸福券啊。我还在等着我。大哥。一等就好。就让人家蹲着喝点酒，我喝点水会整容吗？变成这样子吧，变成那个金酒是33度的，你如果说让大人喝的话，三个飞机两瓶嘛啊，对吧？三个飞机两瓶，那个金酒钱那我掏嘛，对不对？那个金酒是33度的啊，两瓶的话就相当于说是，你现在那又胖了，没有西北哥，我还是170多斤，嘿，咋不胖了现在？就那锁住了，现在西北哥要来体人任务吧，西北哥啊，现在我还是170多，差不多180啊，他们就要锁住了，真的西北哥，你不相信话，我明天我就称一下啊，恭喜老兵能又获得一个飞机啊。都不相信我，我明天可以去称一下。上次称过了，上次在这个背篓里面。上次在那个，在漂浮哥开的那个，5星级酒店里面称的啊，用那个酒店的秤称的啊。估计酒店的秤，他估计不稳。我估计是酒店那个秤那个不准吧啊。你什么时候开发胖的吧？几年前当骡子的时候哈，没当骡子的时候就只有120斤，那个不到啊。几点啊？才8:47啊。9点半吃饭。差不多。来吧。没当骡子之前的话，就这样的啊，就非常瘦啊。看这个的，我回大到了那个有颜值啊。我说了，就是当骡子的时候开始发胖的，好像是16年啊。那下好了。对我说别怕我伤心。你来黄豆酱吗？那个是。对。吃牛肉火锅呢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小雅妹妹，会，对对对。虾煮烂了，这虾。虾煮久了之后还老了啊。小学那你长这么高？刚刚毕业工作的时候，你抱起来，你抱得起来那大勇吗？应该没啥问题，西北哥。要抱着大勇多坐下顿吗，哥哥啊？应该能抱起来，好吧？
我大力士好吧，西北哥啊。只要那有这个，西北哥啊，我能扛着跑，好吧，西北哥，开玩笑啊。保险深蹲100个 ，OK， 好的好的好的 ，OK， 来，阿勇，来，我先抱着 ，OK， 来来来，抱着是大勇做100个深蹲 ，OK， 这么牛逼，我超牛逼，好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刚才照片是300和你爸生的吧？有这拍这吧，这我到这里，你就这儿，那逆光的。你真抱得起啊？有点，大勇，我是真恼火。我操！啊，开始！一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。十九、二十，我操！我鼓包了你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鼓包？你来试一下。我不是啊。大勇他们200斤，哥哥。200斤就是你鼓包的原因啊。上次嘛，二蛋才130斤，岳哥。镜头抬高点嘛。慢慢做，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一、四二、四三、四四、四五、四六。西北哥这样行不行啊？要四八。四九，五十，别这样问。西北哥没说话就行。他脚步都对上就行了。再下去会倒。我唱过的好吧，我唱过的好吧。大勇能抱得起我吗？可以了，抱起来都好重。六一、六二、五、五一、五二、三、五四、五五、五六、五七、五八、五九、六十、六一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、六五、六六、六七、六八、六九、七十。这个让你蹲到底，蹲不到底吧？抱起你蹲到底都起不来，起不了，确实，蹲到底就起不来了，他200斤。不是你抱着他都起不来。休息一下，不要剧，等下会吐的，剧烈运动。来加重了，我吃，我做饭了。七一、七二。七三、七四、七五、七六、七七、七八、七九、八十、八一、八二、八三、八四、八五、八六、八七、八八、八九、九十、九一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九六、九七、九八、九九、一百。哦，牛逼！牛逼！有没有出汗？看不到。还能接，西北哥做完，西北哥，举重接吗？这动不了。慢点。
还能追吗？蹲下去再起不来。还要整什么西北哥？还是抱着他吗？还是抱着他龙母吗？西北哥。这他妈又没出太阳，兄弟们。西北哥，还要抱着他坐吗？那还是怎么说，西北哥？真着抱吗？OK， 好的，就是，该老兵的说那飞机啊，真着抱吗 ？OK， 乖，来，你把那个。你看，我抱大爷，我看正着能吧，正着吧。你们就侧着嘛，我就拍侧面嘛。对，只能拍侧面。来，试一下能不能抱得起，正着抱。哎，你看到？我知道明白。我拍了。我这样。啊，对。对，不是，不要你反，不行，这个动作不好吧？这动作不行吧？男的没事，到底行不行？男的没事。啊，我拍高一点吧，还是怎么说？你拍的头吗？你拍的上半身吗？我拍头嘛，你蹲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哇，不行。他做不了，不要那个。这个，你要摆一面嘛，这个容易封直播间，这个容易封直播间，这个。做不做？不做，做饭了。做饭了。西北哥，那个做不了，西北哥，那个容易封直播间，西北哥，稳妥点吧。虾拿过去。抱我倒是可以抱啊。感谢西北哥刷的250，收，我有50是给你的。好的，感谢西北哥。就19802030，对 ，OK， 好的，西北哥。大勇的那个微信不能收款，我现在记得，现在他目前是2030啊，加了刚才是19180啊，现在是2030啊。感谢西北哥，感恩的收。感谢西北哥。这里面是牛油，那炒起来是真的香，知道吧？游泳啊，可能是孤独太久了，被伤过的心还未愈合，就让我再去怀念你的，我早已全都忘。对呀，2030吧，就让我慢慢的愈合，就算我还是舍不得，明天就是你的婚礼，我不来了。今天就是你的婚礼。小辣椒，昨天你们
倒闭灯现在好几点了，倒闭灯啊，干了干了。今天做的是干锅牛肉虾啊，有牛肉，有两斤牛肉，有一斤虾，还有芹菜，还有玉米，还有土豆啊。放入郫县豆瓣儿啊，你的黄豆酱多久放？哦，放入黄豆酱。这小哥，这黄豆酱怎么？这黄豆酱怎么像那个东西啊？我操！放入辣椒。啊。原本这辣椒是干的吧？鸡精最后加鸡精啊，味道绝对可以吗？那必须的啊！欢迎高速公路大哥啊！花椒，点开花椒，看着那有食欲吗？必须那有食欲啊，兄弟们，对不对啊？那个左上角有我们每天的地址啊，在哪个镇？在哪个镇啊？有。